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有人在问，我们讲到现在法华经有记本两门，28品，前十四品开权显实，后十四品是开记显本。法华经有一半是讲开权显实的。什么叫做权，什么叫做实？按照道理说呢，讲到现在应该知道的。就佛法来讲，就释迦牟尼佛的本心本意来讲，实就是一实相。这个一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佛所证得的啊，就是证的这个一实相。佛愿意人人都成佛，这个一实相这个法，就是《法华经》呢，就是讲这个一实相。佛愿意人人都成佛，我们现在无论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都是佛的弟子，是不是人人都在心心念念都在想成佛？成佛这是佛的本怀，一切众生皆是无子，都要成佛。那有的人他不想成佛啊，作为自了汉的他是不想成佛的，声闻缘觉不成佛。那不成佛他怎么样子进入佛门的呢？他因为有小乘机，众生在苦啊，先要解决这个苦，苦为先悟。所以给这种人说的呢，这叫做权，不是佛的本怀。实就是真实，权呢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制定政策啊，有基本国策，那就是实的啊，也有一些权宜之计啊，临时解决一个问题。这也就是说因人之宜啊，这个因人之宜。要就这个佛法的十法界来讲，九界都是权，佛界才是实啊。等四诸子等一大车啊，那就是实。给予三车，那不是全吗？除了三界以外没有三车，哪里个三车呢？啊，三车就是全吗？三车就是权，开权显实，三车就是大白牛车啊。说这也要是不能够解，不能够听得懂就困难了。那你是不是人呢？十法界这个人呢啊，我们现在的十法界处于人道，人道是不是权呢？啊，人道是权呢。人道要成佛了，成佛了那就是实，那是实实在在的，它再不会动了，再不会变了。
啊，我们现在在人道当中是权，是会动的，啊，不是妙占总持不动尊，是会变的，一还变牛变马，啊，它不会变吗？那就是权，实实在在的，那是不变的，啊。《法华经》开权现实，开九界之权，啊，显一乘之实。至于说这个权怎么开法子，这个。啊，实怎么显？啊，救法救人。救法来讲，无因十二入十八界，那都是实相。救人来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啊，都成佛了。啊。那还不好啊，开真显示啊，所以要简单的解释到这个地方啊，底下我们讲经。若有立根智慧明了堕闻强势求福道者，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人曾见一百千佛，自助善本甚信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精进长修此心，不系生命，乃可为说。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离诸凡愚度出善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又舍利弗，若见有人舍讷之事，勤尽善友，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见佛子持戒清戒如镜明珠求大乘经，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五尘至至柔软，常悯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复有佛子于大众中以清净心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奈，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有比丘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顶受，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余经一戒，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如人至心求复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至求余经，亦为曾念外道典记，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底下呢是告舍利弗，我说事相，求福道者穷劫不尽，如是等人则能信邪？如当伪说妙法华经。我们这两天所介绍的，就是劝信流通。劝信流通当中有可说不可说，可通不可通，可通不可通要善讷两人，可说不可说要大小两机。上来叫大悲们莫为讷说，就上边那现在是要大慈们为善人说，看上边的都是乐人啊，听受大乘经典，这
这个众生的善根，要有善根啊。如果一点善根也没有啊，这个闻这个，特别闻这个《法华经》就难闻了，闻不下去了，闻不下去了，不是求法心切啊，而是世俗的因缘、尘劳的烦恼，对不对啊？有几个真心为法的，这就看这个，佛法在世间，那是要讲因缘的，不在这个因缘，不在这个宿根，很难接受。他我听不懂啊，听了天天他听不懂，你说些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嘛，他就难过，坐在这个地方了，啊，坐不下，坐不住啊，啊。这个底下是要大慈，是语落的啊，语落就是为善人说的。利根，众生的根是有利有钝，漏度大师啊是利根的，那我们现在呢，都不是利根。动根，不是立根就是动根，啊，那个动根呢，不是那个圆钝的钝哦，啊，那迟钝的钝，就那个刀子不快，那叫个动根，刀子快了，斩那个烦恼，一刀就斩，都通斩断，啊，当下就能够，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智慧明了啊，要多闻强识。你像这个无难，无难，就是无难也是多，也是多闻呐 啊。无难多闻，他在楞严会上多闻还生毛病的，他还遭堕呢，这是微说。可以说的，这个讲这个劝信流通，这个《法华经》，不但自己受持读诵、写说书写，还要劝其他人啊，求《法华经》。这讲多有这么多的可以为说的啊，若人曾见一百千佛智诸善本甚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可见到的这个善根，不是一生一世陪着的来的，啊，多生多世多劫陪着的来的。智诸善本，智就是培智。就像我们这个栽花栽草啊，那个种子下去了，种子下去了，你还要培植啊，不培植不行啊，该浇水的浇水啊，该除草的除草啊，要培植。什么叫善本呢？善之根本，一切善法的根本啊。那么这个本，只有善法它才能够发生啊，才能够发生。乐法是不能够生的啊，没有哪一个人说是我造业能够成佛，能够了生死，能够开悟，能够断烦恼的啊，必须行善法啊。这个善法呢，在我们佛法来讲，什么三规啊、五戒啊，这也是善法啊，人天善法，什么四谛啊、六度啊、十二因缘呐、无量法门，这个都是善法啊。善法依法修行，哎，
你这个善本呢，它就出生了，啊，发生了，嗯，啊，这叫诸善之本。人之初，性本善咯，就是这个本。人之初指什么东西呢？就是指你那个心。你说来说去，你不要会错了，啊，都要会归你这个心。人之初，这人之初，人嘛，就一百多斤这个人呐，啊，一百多斤人人都有啊，啊，但是你这个心，人虽然都有，都是个这么个人。心态不同，有善有恶，有善有恶。人之初，性本善。啊，儒教里像的那个三字经儿，啊，小孩子是念都是朗朗入口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叫他讲，他不会讲，他会念啊，嗯，摇头晃脑的。人之初，性本善，嗯。他没有说人之初性本恶啊，嗯，性相近，戏相远，从性来说都一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戏相远，什么叫戏相远呢？从无始劫来，这个习气毛病啊，这个习气毛病就多了，好的有，坏的有。随便你是好的坏的，都是不是显性的，嗯，都是离性的。为什么叫离性呢？都是取境造业而来的。他说是性相远啊，啊，戏相远。狗不叫，性乃迁呐，嗯。你看这个儒教的语言，如果说用我们的佛教的道理进行解释，那太好，嗯，啊，太好，啊，身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啊，信心要坚固啊，而且要身心，身心呢就是通达佛理，啊。佛理深呐，啊，佛理深，你的智慧浅，不能够深大佛理，那你这个心呢，就是浅心。要是能够通大佛理，那什么是《法华经》唯识师全，啊，那就全识就他就一听就懂了，不要解释，嗯，全这就权宜之计，嗯，二乘人，啊，他自己认为灭度的。啊，如来要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不令一人度得灭度。他呢，这个度得灭度，如来的灭度呢，那就不是度得灭度了啊，那与一切众生同入灭度。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如人精进，常求此心。不系神命，乃可为说。那这些个文义呢，希望大家自己去理解啊，不需要多讲。以后这个讲经呢，我们下边就要开快车了啊。你们有些东西都讲过了啊，老这个咬文嚼字的讲就没得多大意思啊。常求此心啊，要不系神命。啊，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离诸梵语，度除善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佛法怎么求？向何处求？啊，用印光大师的一句名言：“佛法在恭敬心中求。”啊，不在恭敬心，你想求佛法，啊，这个傲慢呐、自大呀、那求佛法呀，它与佛法不相应哎，啊，要有恭敬心，嗯。
忽悠一心啊，这个杜楚山这啊，楚山的祖宗的 那也不一定说是祝山祝洞就是山柘呀，你把个禅堂当山柘，那就是山柘吗？到哪儿去找山柘去？你等在山里下一天到晚打妄想，还不如就还俗去做在家人，那还成山柘吗？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又舍离赋。这个底下呢就是呢，要舍讷之是勤进善，因为善知是助道的莫大因缘一切出发心的对这个学习佛法都要有善知识，善友同参道友那个道友呢就是善友道友不是善友吗？为道在一块儿，打生死同参，这生死同参就是那就是道友，这个生死同参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什么叫个生死同参呢？还是你也了生死，我也了生死，大家一起了生死，还是你死我就死，还是怎么这个生死同参呢？若见夫子持戒清戒，这个是那样持戒这是第一要素若不持戒，就像你这个煮沙做饭一样你说那个沙子能做成饭吗？这不行的如镜明珠，持戒清戒参好无犯这种人求大正经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人五嗔自知柔软，常敏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伪说。五嗔这是根本烦恼贪嗔痴自知柔软知心是道场这自知无为取向，自知无为取向无为取向就是自知柔软呢，没有嗔心呢就柔软了，有嗔心的人不得了那还是柔软吗？这个嗔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那个嗔心起来呀，这天也不怕的，地也不怕，什么都不问的，喝出来了。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师傅烧茶的那个师傅这不像哪个人把他门开开了，发起脾气来的，怪不得了。怎么跟他说都不行回过头来他也晓得我这个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还行吗？消佛的人当然呢，这我们不能说这个凡夫哪个没得贪心呢？哪个没得嗔心呢？你哪个说没有？你站出来，我给你指指看，多多少少的，我们现在那叫消佛。要克服这种缺点要克服这个缺点不知而犯，犯了以后自己要悔过常住上一切事待一切人都是与人为善的，从来没有哪一个与人为过的那么常住上不能没有规矩不能没有规矩你这个不如法不守规矩，那常住上要讲话的讲话是为你好，对不啦？你不好，下地又你自己去呀，人家不会陪你去呀，我自作自受。那么在常住的，在我作为一个常住，
这个丛林道场，它的功能呢就是与人为善的啊，就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啊。如果你偏离这个轨道，那么常住呢就给你有规范劝解啊，你要一定要下地狱，那人家也拽不住的啊。你看看这个常民一切恭敬诸佛，恭敬诸佛并不是要你一定恭敬这个佛啊啊啊啊，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啊，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吗？嗯，都要恭敬。啊，从这边这个可以微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受持佛法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这个根基，特别是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倡，也是十方诸佛啊出现在人世间成佛做道场的提倡，就是为了说这部经才出世成佛的做道场的啊，这有这么重要。若有比丘为一切智，一切智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乘法，四方求法啊，所求的呢就是一切智。那有些人四方求法他是不是求一切智的，什么都求，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余经一戒，这个呢那我们要这样说的话，就只能够念法华经诵法华经，这别的经上碰也不能碰，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理解佛法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用世俗的观念去理解佛法，那就把这个理解佛法呢都理歪它，理解歪它。法华经啊，摄一切法无余啊，一切法都包括在法华经之内啊，我不是说的吗？啊，这就跟算账一样，这是个总账啊。那你那个流水账啊，什么什么零零八头的账，那真的都包括这个流总账之中啊。乃至不受余经一戒。如果说哦，这个佛法华经中讲的什么经都不能够都不能看的啊，什么经都能看啊，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的都能看，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你除了经典以外的书也能看啊，因为你要度一切众生啊，要能看。现在不能看，现在一看就麻烦了。下边呢，如人至心求福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至求余经。求福舍利，这个求福舍利，舍利这是佛的舍利啊，而不是其他人的舍利。舍利称为坚固子，坚固任何东西不能够毁坏的啊，除了佛的舍利以外都能损坏啊，一靠就坏，甚至于我手指头一捏就碎下来啊，那是会毁舍利吗？啊，佛的舍利你就是原子弹也轰不坏的啊，那叫个坚固啊，任何东西不能破坏这个舍利。那么佛的舍利确实有啊，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分身有84000舍利呢啊，
84000舍利流散于娑婆，有因缘就出现于世间。有我们中国那个吴越王寺，那就是舍利啊，而且那个舍利是圣物啊，圣物了啊，有的人能见到，有的人见不到，有人见大见小，见的颜色不一样，见的光彩也不一样。哎，那佛的舍利，释迦牟尼佛那个吴越王那个舍利，任何照相机都照不下来。哎，有好多外国人，你他说这个东西既然是个舍利，你能看得到，你既能看得到，我这照相机就能照，他就用了最好的照相机，怎么照也照不下来。这为什么呢？啊，菩提舍利是无相的，它不是住相法呀。啊，但是呢，虽然无相，可应众生之机，所见不同，所见不同。啊，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过去呢，就是解放以前，吴越王寺专门有一个舍利丹，讨这个舍利丹，在吴越王寺拜舍利，还是拜个3年，还是拜个5年，拜个10年，啊，以这个呢，为什么拜舍利？舍利就是佛的真身，就是佛的真身呐。啊，你不是想见佛吗？啊，见佛那就佛的真身呢。啊，这佛的真身吗？此中如人至心求佛舍利，佛的舍利是可以好求的啊。要在《法华经》上讲，这个《法华经》这一部经就是如来的全身舍利，到哪去求不来了啊？这个呢，到了下文呢，可能就有了。我们此处先不谈求佛舍利。那么，如果说是《法华经》就是佛的舍利，那你这种人，那可以为他为之说了。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自求语经，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啊，底下呢，告舍利弗，无说是向求福道者，这是求福道者啊，这种形象啊，是穷劫不尽的。因为众生种种的善根不一样啊，这段文所举的啊，可为说的这些个对象啊，你跟他说，他就能信邪啊。没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你跟他说，他不能够信邪，不能够信邪。要白说。啊，不得益，不得利益。有这种可说的潜机啊，如当为说《妙法华经》，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勿忘宣传。那么这是呢啊，勿忘宣传。为欲利益世间故说，在所忧方勿忘宣传。上来，这个譬喻品介绍了了。下边呢是《妙法莲华经》信邪品第4。第4品，而是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眼，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稀有心，
欢喜永耀，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鞠躬恭敬，瞻仰尊严，而不佛眼。我等居僧之首，年病朽迈，自为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始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覆国度，成就众生，信不信要啊。所以者何呢？是则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今又尽我等年已朽迈，于复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胜一念好药之心。我就念着这个地方啊，现在介绍这个信邪品啊。上来方便品是法说一周啊，譬喻品是喻说一周，这个底下呢就是这个欲说一周啊，中根人领写，法说一周是上根人领写。信邪品，众生之根基有利有钝，就是个根有利钝，这个叫根呐 啊根呢就是那个上头我们讲的这个戒与称啊，戒称缓急啊，称有力有钝，有大小，有大根有小根，或有厚薄，这个烦恼有厚有薄，那是属于属于戒。这个说法，佛这个说法有法说有譬说，灵写佛说法有人能够灵写的早，灵写的迟，所以这个有前有后。说这文仲说，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始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啊，于菩萨法不生好药之心。《法华经》佛说法的这个仪式，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有料说，有广说，开始的时候叫料说。你比如说，若以己难，若以一概己难出世，那他也有广中料，一概就是佛的之间，己难四七实力，讲这个四无所谓，跟这个实力，他有广有料。从方便品到譬喻品，也是一步一步的，逐步，给予启发。初闻料说，动至生疑，
那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方便品，这是那是料说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们难显呢，那就这么几句话。这个呢，这个为什么对这个二圣人呢，他就动智生疑？哎，他说释迦牟尼佛，你给我们说句法，我们都依法修行，我们都证入果了，这个现在又讲其智慧们难显难入啊，他就生疑，动智生疑，为法华经的开宣显实做弄引的。到了后来，你看释迦牟尼佛哦，从眉间白毫相光到东方万八千世界，同时呢又引证啊，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诸佛还有十方诸佛都是开权啊，都是为师实权，然之后呢才开权显实。这说释迦牟尼佛在初乘正觉，一看众生不能够接受大法，都将入涅槃啊，或者天人就劝呐 啊，劝佛劝佛说法嘛啊。释迦牟尼佛就观察十方诸佛出世间怎么样度众生的，那都是为师实权的，然之后呢开权显实。这是对什么人讲的呢？就是对那个三乘人讲的啊。如果你要是大乘根基，那就跟你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嗯，就跟你直接说佛法。闻五佛广说啊，哎，朦胧微笑，朦胧哎，似懂似不懂的，那么到现在闻到譬语，你看看法说一周就是譬语说周吗？那么多的譬语呢，欢喜踊跃，听得生欢喜，投机了，正对这些人的机。那就是法说咒对上根人说的，譬说咒对中根人说的，到下文的因缘说咒呢，那是为下根人说的啊。说信发写生一去理明，你看看这个地方呢，须菩提啊，迦旃延呐，迦摄了目犍连呐，哎，生了欢喜心来啊，发喜有心啊，发喜有心生欢喜，这是世界戏谈，信心生，这就是为人戏谈啊。一去理明啊，一去理明，这不是对治戏谈吗？对治戏谈是破乐意啊，一去是破落，黎明就是第一义啊，这叫做第四系坛啊，圆融第四系，一是俱得啊，这中根人啊，到这现在呢都得到了。所以这个信邪品就因这个道理立这个名字的体的这个品名啊，信邪品。又说上来禀小教，现在是接受大乘教啊，先小后大，先小后大呢，到了法会会上呢就各反成圣，各有位次。小乘从闻生写啊，苦人明发，信则成行，这个两行人，一个是信行人，一个是法行人。那么跟信行人跟法行人呢也有立顿，信行人跟立，法行人就跟顿的。什么叫做信行人呢？在一座当中
这释迦牟尼佛啊说法啊，第一说法你就灵解了。什么叫灵解呢？就开了悟了啊，不要修啊。这个信行人可以，这个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信字呢是要多方面的啊，不要以为我自己信心呢、啊、中国佛教协会我们赵朴初会长总结，这个是好几年以来了，就我们全国的佛教的总的形势与情况啊，他总结了五条，就是加强自身建设当中的有一个信心建设。这个信心建设怎么理解呢？就是现在的佛教徒啊，无论是出家的在家，信心淡薄了啊，说起来我都是佛教徒啊，这个信心淡薄了啊，要加强信心建设。真正具足信心的他就有这种功能。佛在那个法中的说法呀啊，那么多的人无量百千万亿种海会大众听法，他有的人当作就得到，当作得到，他不要修了，怎么要修啊？不像我们这王千病来打七打八的打十个七怎么有啊？就开悟了啊。如果说是差一点的，那个就是法行人哦，依法修行，然后得到。从文生写，苦人明发，信则成行。他这个信就是行，就是修行，啊，文思修，衣食具足。立法观察啊，那立一切法，四谛六度十二因缘，苦忍明法呢，则称为法行，则称为法行啊。若是信心转入修道，则名为信解；若法行转入修道，则名见得啊。准小望大亦应如此。现在就是说的这个中根人啊，慧明须菩提这个四大弟子啊，四大弟子是代表性的，就是代表性的啊。中根人闻说上来的譬喻品的这个譬喻，初破一合，入大乘见道。信解以后，他这个位置就转变了。原来他本人这四大弟子呢都是小乘位，小乘果都是证了阿罗汉的啊。那么现在闻到法说呢，动至生疑啊，还不够啊，再加一把火，闻到譬喻说，哦，他灵解了。灵解以后，那叫做开权显实啊，他进入大乘位啊，最起码进入一个初住位啊。刚才有人问了，什么叫开权显实啊？就一坐当中他就转小入大，小就是全，入大就是实啊，那就开权显实。舍利弗在法说中他先悟了他的根蒂啊。舍利弗没有闻法说中，没有开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乌罗汉的啊，乌罗汉他也是全呐 这四大弟子呢比舍利弗的根稍微差一点，所以闻到法说中动至生疑，到了闻到譬喻说中，哦，他灵解了。闻说譬喻，除破疑惑，入大乘见道。这个大乘见道就是那个从初住以后见法身，破无明你看这个虽然这名字一样，这个小乘也有个见道啊，这个大乘也有见道
啊，但是见的道不一样。小乘人所见的那个道，见的一个真谛理，这个大乘人见的道呢，就见的这个一时中道，一时相理啊，那是不一样的。嗯，这个叫做信啊，进入大乘修道，故名为写，这个叫做信写品啊。所以经中说了，无上宝具不求自得，我等今日真是声闻，这原来就是声闻啊，原来这个声闻是假的，假的就是全。到了法华会上，它还叫个声闻，声闻的名字是一样，但是它起了质的变化，起了质的变化。嗯，哎，原来这个声闻是个自了汉啊，叫鸭败种，陆地不生莲花。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示以后，它还叫个声闻啊，还叫个声闻，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法华经中的声闻叫什么声闻呢？以佛道声令一切闻啊，闻缘教入缘位，故名为信写品啊。啊，你看这个信写品呐，小也有信写，信法两行也称为信写。开宣显时进入大乘，哎，以佛道上令一切闻，也有信写。嗯，这是解释这个信写品这个品题。有人说这听法会经有什么意思？没得意思，一点味道没有。嗯，当然没得味道啊！啊，你没得这个根基就没得味道啊！都能令人开智慧啊！法华经从一开始的时候有四义消文，因缘要教本具观心。刚才我们说的是要这个四教，讲这个信写品。要叫本具来说，四大弟子啊，都是全权应现的啊，这九入大乘，成就佛法。嗯，一夫处世，千夫不耻啊。那个记中引导中根人，初信写，故名为信写品。这是要本记来讲啊，要观心来讲，了大心外无法，这叫个信啊。我一般来讲，我你有信心没得信心呐？啊，你信佛不信佛呀？你信个什么东呢？首先呢，就叫你信这个心外无法。嗯，全心即法，全法即心，心外无法。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信啊。所以佛法建立佛法的信心，可不是像一般人所解释的，我相信，我不反对，那叫相信呐，啊，相信也有点内容呢，嗯，如果说我相信你这个人，那也不是一句话呀，我对你一个人十分了解，啊，我什么都了解，你的一生一世我什么都了解，我真的相信你了。嗯，与现前一念。借而心中见一切法，名为解啊。这个信解呢，那就从名字信解乃至于究竟信解啊，这个信解就有深浅了。嗯，底下就入文了。而是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言，摩诃迦奢，摩诃目犍连，从佛说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喜有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啊，
这个都我念过了啊。这是第二辟说周，三周说法，《法华经》记嘛有三周说法，《法说周》舍利弗的灵写，我们现在呢是辟喻说周，辟喻已经说过了，正说已经说过了，底下呢就是四大弟子的灵写啊，灵写就是得悟了，嗯。这个灵写就近灵火者上来，这个屁屁嘛不是有一长者有一大者吗，啊，三界火者起了火了啊，就领这个领这个火者之屁，圆灵方便啊，向前领的就领这个方便品啊，那是法说周，文分二，文分为二，一个是经家述喜，第二呢是薄佛自陈，现在是第一，经家述喜，这是翻译经典的人，南上去的啊，这个四大弟子。从佛说闻未曾，有没听过说过的，四十余年以来没听说过的，述喜啊，先说内心欢喜，下边呢还有外衣的欢喜，先说内心，从这个寄从做起，四个人慧命须菩提啊，我们有的那个经中叫长老须菩提啊，这个须菩提在四大弟子当中，十大弟子当中是写空第一，舍智连通须富诺，虚空展论加头陀啊，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又称为慧命须菩提，下边呢是摩诃，都称为大摩诃迦旃延，迦旃延是论义第一，摩诃迦摄呢是头陀第一，摩诃摩犍连是神通第一，都称为大啊，这个大弟子实际上呢都称为大，通论都大，大弟子嘛，十大弟子呢都称为大，那么他就大，他难道没有慧吗？也有慧啊，皆大皆慧，辩论啊，就是这个须菩提称为善机啊，是写空空慧，以空慧为命，智慧命啊，这是要他的行啊，这因缘，诸慧人中佛慧第一，佛以薄弱命其转教，慧然说命，故云慧命，讲这个慧命须菩提，释迦牟尼佛经常在这个般若会上命须菩提给菩萨说法啊，给菩萨说话啊，在般若会上命其转教，这叫转教啊，啊，怎么叫个转教啊，转教就是代服宣扬啊，大诸大弟子经常听到佛给菩萨说法，经常听惯的，他认为这个是佛给菩萨说的，不是给我说的啊，这是不是跟我说的，这你听懂听到了啊，你听懂听到了，哎，现在呢那是在方等会上啊，啊，现在到了般若会上呢，佛就叫哎来来来，你带我讲，给他们给菩萨说话
那你不是听过吗？你又不会说，你不听过了吗？啊，有这么个意思，名为转教。诲然所命，讲到这个智慧，智慧谁的智慧第一呢？佛的智慧第一。佛叫他转教菩萨，这叫做慧命。慧人之所命令，慧命啊，慧命须菩提，须菩提此方为善机啊，这是要教来说的。底下迦旃延、大迦摄、目犍连，这个三个弟子呢辈命少啊，在般若会上叫他们这个三个人转教菩萨的机会不多啊，啊不多，所以此中呢用这个慧命两个字，慧命两个字的来由，摩诃，摩诃就是谈大呀啊，上面我们解这个比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此种一句三业灵解，这个灵解啊，身口意都灵解，都有表现啊。发稀有心，这个发稀有心就是因为他灵解大成了啊，这叫做心灵解啊。从坐起，哎，他本来是坐在那个地方的，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那个三乘的那个空座上边。现在呢听了法华经的从坐而起啊，改小向大吗？啊，这叫做身灵解。而不佛言，而不佛言呢是在底下啊，在底下啊啊，而不佛言就是口灵解。从佛说完未曾有法，这个未曾有法就是指上边的譬喻品的火折譬啊，原指广料法譬。什么广料法譬？就指上文所在的五佛啊，诸佛过去现在未来释迦牟尼这个五佛，那是广说的啊。又闻世尊受身子记，上来不是啊，这个法说中是舍利弗不是受了佛的成佛之记吗？啊，哎，这个舍利弗跟这个须菩提基本上他们都是现在说脚碰脚的啊，都是师兄弟啊，大家差不多。他那个灵解呢，我们当然也有份，同行相立之臂。就是比舍利弗稍微差，闻到法说要闻到譬说以后他才能灵解呢。所以发稀有心，欢喜踊跃啊，要表法从坐起，这舍小乘的空正整衣服者呢，即是声闻智断为菩提法人。衣服什么叫衣服啊？下文安乐品中，安乐恨品中有啊，弘法的人啊，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坐如来座啊。如来室的诸法空室，如来座如来室的大慈悲室，如来座者诸法空座，如来衣者是柔和忍辱衣啊。柔和忍辱啊，这个消佛法要想自利，要想利他啊，这个柔和忍辱，忍辱波罗蜜，不忍辱是不能够成佛的啊。释迦牟尼佛受提婆大多那么点损害，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说不忍辱的啊，那还是善知识。没了他我还成不了佛呢，感谢他呀。也柔和忍辱啊。那个查不清楚他不忍辱吗？你汝等皆当成佛，我不敢轻慢汝等，他人家就打他。
啊，弄个砖头拽他，啊，他就忍辱。嗯，整衣服即是声闻的制断，为菩萨的法忍啊。偏袒右肩，右表于犬，啊，右表于犬呢，嗯，你看我们这个搭这个衣，在这个肩膀呢都露在外头，啊，过去没有开犬，如右肩背负。今已开拳，故偏袒也。用这个偏袒右肩来表示开拳。右膝着地，既然右表示拳，啊，没有开拳之前，你这个戏是不住地，不住什么地呢？不住衣食相地。嗯，既然显了实了，你这个拳就是实，所以才为右膝着地。只有这些个事项。这个外头，这个我这个事项，右膝肚脐偏在右肩，这肚子事项，外移事项啊，啊，都要给予合法，啊，都要给予合法，不然合法不合法哦，这右膝入地，这偏在右肩有什么用啊？不得用的啊，合掌啊，这合掌什么意思呢？合掌表全师不二了，啊。为是实权，开权显实，权实不二。如果权就是权，跟实不搭嘎，实就是实，跟权不搭嘎，那就成了什么呢？就二法，对不对？夫法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呢？啊，你看那个权，如果权不具备实，它怎么开也开不出实来。啊，如果众生不具备佛性，你怎么样子也不能够成佛，啊，合掌表全是不二，啊，不二就是非全非实的一心，啊，佛成佛了，正到一实相之理，哎。成了佛以后，度要不要度众生啊？那就为师施权啊。取功，取非之非取，取功啊，你这个外表上啊，生欢喜心，合掌恭敬，取功啊，表示这个恭敬心啊。这个取，非之非取，而能之能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非之非取，而能之能取，啊，表什么呢？只表实全，这个取就是表全的，一时相之心，非全非实。啊，而能全能实，啊，身体非之非取，而能之能取，执就是表这个实相，取呢就是表这个全，今取供恭敬瞻仰尊严，表以我之全，取佛之实，他把这个几句话呢，这个说得非常。如理的，下边，而不佛言：我等居僧之手，年病朽迈，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下边是不佛自称。
就是薄荷长，薄荷自产有长吻，有重松啊，有长吻重松，长吻当中先是旧法料灵邪，第二呢要譬喻是广灵解，旧法料灵解有两，一正法说，二呢是料举譬，正法说右院出名细柄三故不求，第二名经会一故自得，这个讲是一呀， 啊我等居僧之首故不求啊。为什么居僧之首呢？因为这个四大弟子呢都是老，都是在诸大弟子当中像是老前辈啊，居僧之首，首脑人物，就像我们禅堂的扳手师傅啊，居僧之首啊，那法纳济高，这个法纳济高，什么叫法纳济高呢？就是受佛的法化年代已经深远了啊，资格老了，那么资格老了，后学的人都以年高蜡长的为榜样，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带头的人要是改土易折，舍小向大啊，人家看起来，人家这个后这个这个后学的人看起来，恐为后人所嫌。他说：“你们这个原来蛮好，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啊，你们带头的人，怎么忽然就是改了行了，改小向大了？为人为后人所嫌，讥嫌。说是你这个。”好像是不稳定啊，忽然就变了，起了变化了，这是一啊。第二呢，自顾护彼，所以不求自己。什么叫自顾啊？就是原来他是正小的这个至情啊，不肯放弃，正小是不肯放弃。而不求，染至小蜡的治法全切啊，这个蜡啊，年病朽脉就这个法蜡呀啊，那这个小蜡，它在小乘法中，它是先得小乘果的，你由来已久，那么还有好多人呢，这个学悟学人是后来得小乘果的。那么他是带头的，这个带头的人一举一动为后，为下边的人呢都是做榜样的，你一变底下就跟着要变了啊，他就有这个这自己的想想啊，有这个两种原因不肯求，所以不求。第三，自顾小智未已，护彼乃迷于大鬼，这是一师啊。第二讲这个年朽脉故不求，若作菩萨当任大道，说我现在舍小，舍小多么要向大，舍小我这个小蛮好的，我真的有蛮太平的蛮太平的啊，正这个真空里无余涅槃，那个就没有生死苦，不是蛮好的吗？所以说我要向大求菩萨道，求菩萨道要发愿度众生，当任大道广度众生，这个舍小向大也还是不容易的啊，舍小乘去向大乘，那要很大的力量，何况我们现在已经老朽了，年纪大了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无所堪任。你叫做什么呢？您现在叫我做什么？叫我跳跳不动了，抬也抬不动了，跑也跑不动了。无所堪任，所以不求啊。这是二乘的固执心。然医生断症，是以自毙年高。这个医生当中啊，像这大假设啦，徐菩提都称为长老嘛，这年高呢，在众中呢，他说我年纪是老前辈呀，败种未却。这个败种两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败种啊？种子，种子为什么叫做败种呢？那个不生芽了，那个种子啊，等于是坏了，不生芽。就像这个二乘人就是败种，不生什么芽呢？不生菩提芽，他不发大乘心啊，就是不生这个芽，这叫做败种啊。说焦芽败种啊。你说那个芽，如果我们这个什么这个芽，弄火烧一烧，这摆在地下，它能长不能长啊？啊，不能长的，对不对？鹿豆芽放着火烧一烧，你摆在藤长，能不能长啊？这不能长的，那个种子，如果说是你把它烧一烧，或者老了，或者陈旧了，或者虫子咬过了，种下去它也不能生啊，不能生，这就是败种。譬喻二乘人，他不发大心，不发菩提心啊，不能够发那个菩提芽，这叫做败种。这败种之心呢，是由来已久的。所以他说这个，说底下说的但念空无相无作，这是妄见，这是二乘人的妄见啊，所以不堪任发大心。二是第三呢。得涅槃故不求啊，得涅槃，涅槃在我们一般讲称为涅槃山，涅槃山顶那个地方呢是不生不灭的地方啊，山顶是高处啊，高远陆地不生莲花，你这个莲花生的地方没到哪个莲花生在山顶上的啊，都生在水底下，而且这个污泥当中，污泥当中呢，就是在众生界里头啊，深入众生界啊。二乘人证了涅槃的，那就称为陆地高远不生莲花啊，这是入无为正位的，不堪复发大心，所以不求。他这种呢，不求大乘的，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不求啊。它有三种意义，不求这个三，不求大乘。下边为什么不求呢？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是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福国土，成就众生，信不喜要。所以则何？世尊，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障，又今我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师尊啊，往昔就是在《法华经》之前啊的般若方等啊之于乌含啊，就是在法华之前啊，几十年三四十年以来啊，说法久啊，说法既有，佛说法一说的话，不是我们说这么一个半钟点了啊，有的时候说几节坐在那儿说，一直在那儿说啊，一直在那儿说，
你坐得住吗？坐一个钟点就坐不住了。书法记久啊，我是在座，我们这个大弟子在座的身体比较二乘人。为什么呢？佛说法都是说的大乘法啊，他不发这个大心，所以干这个脾气。他坐在那想什么呢？但念空无相无作，把这个三界之法啊看得空啊无相，无这个四相，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作。不得相呢啊，都空了还做什么呢？这个三解脱门，他住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小乘人说他所住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小乘的涅槃法。至于说于菩萨法游戏身的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啊，那叫做游戏神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像做什么样的呢？像游戏神通一样所以这个发菩萨心，修行菩萨道，度一切众生先要自度而后度人。要想神入生死界，你不能够没有这个神通那你这个度众生，神入众生界，行六度万恨的时间一长马上就有疲倦因为你这个心力是有限制的净覆国土，成就众生菩萨以直心教化众生，在因地当中菩萨成佛是直心众生来生我国那是这个是维摩经中讲的菩萨在因地当中说是我以不忏举心教化众生那个都将来嘛，菩萨成佛就是无忏起的众生就来生其国就是净覆国度。菩萨成了佛以后，他那个国度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在因地中教化众生得来的成就众生信不需要，就这个二乘人呢，他听到的话他不生欢喜心所以这个呢是个令我当出于三界，对不对？你叫我不出三界了，证到涅槃了而且我们现在年纪又大了对于佛教化菩萨成佛的事儿不生好要之心所以他这个二乘人开权显实，叫做法大心。你看佛生生世世，不是今生生生世世我们常说的凡凡众，凡凡俗，凡凡土佛是大慈大悲不息